有一童子名神妹，襄阳告示子年十三，自欲传来参礼。先乃坛经既言宾，神妹亲近祖师之文，童子的出家，童真的入道啊。古来的祖师十个都有十个是童子想出家的。呢位童子啊，是襄阳人，湖北省荆州一带，名叫做神妹，在家姓高的，年得十三。所以童子出家呢，天真独露，白事的掩饰，容易上道。例如赵州老人120岁，他不是中年出家，也是童子出家，十几岁就出家了，未曾受戒就参学，到这个慈阳参南禅禅师，南禅禅师刚刚呢，南禅啊5岁，他就来参拜。南禅师问呢，你近来何趣啊？我近来衰佛呢，还见衰佛法咩？不见衰佛，只见我如来。这个南禅见他有智慧答，即时就起身，你是有知的沙弥啊，无知沙弥？我是有知的沙弥，知在何处啊？这个赵州呢，行前一步鞠躬伏位，孟冬的严寒福为和尚尊嗨万福众孟，即众冬，即11月众冬的严寒呢，福为和尚尊嗨万福。咁南慈禅师就许佢入室，过两日佢问呢，以何时到啊？咁啊，南禅答：平常时时到，还可翠正夜无，以翠即怪，不翠都言之是道呢，道不属知，不属无知，无知就无记，知就是妄想妄觉，若真达不疑之道，又会嗨去豁以朗悟，岂强是非也。今日呢个赵州老人就大彻大悟咗道啦，突然后再回松岳琉璃坛的求戒，求戒翻嚟再亲近南禅禅师。呢、这个赵州老人也是少年出家，红衣出家。洞山老人呢？洞山老人系浙江会稽人呢，洞山禅师也是少年出家。共师父众心经，众多无我无眼耳鼻舌身意，佢哋用只手嚟摸啊！我有眼啊，点解见你又话冇眼啊？我有耳啊，点解见你又话冇耳啊？我有鼻啊，我有口啊，咁样师父点样解啊？师父，我唔系你啲师父，我介绍你之后拜五舌散禅师为师咧，咁样洞山老人咧拜咗之后咧，就出嚟参学。参学咧，先到呢个南禅嗰时，到呢个南禅嗰时咧，南禅禅师明日咧
到马祖的祭神去受斋。佢明日啦，供马祖嚟做祭神，马祖嚟唔嚟咧？咁样个个都唔出声。嗰、那个洞山禅师出嚟，佢有伴就即来咁样。呢、这个南禅话：呢、这个消沙弥可以调跌嘅，和尚莫呃良都为善。今日嘅南禅禅师就唔讲话，佢系抄嚟参呢个淮山禅师。淮山禅师咧，佢我有一个疑问啊，请和尚答复，有咩疑问啊？佢有人问呢个国事，南洋国事，有情呢无情都能说法，所以我都有啲疑问咁样。佢无情说法啊，我这个地方亦有咧。今日淮山禅师就归佛，会否不会？不会啊！咁清和尚说：父母所生口啊，终不为耳善，讲唔出嚟嘅。归佛，个个禅师都归佛，你会就会，不会啊？父母所生口，终不为耳善。所以一千二七百则公案啊，祖师啊，差唔多都同志出家，或者就同年二十岁就出家，多数都十几岁出家。咁啊，呢个同神会一嘢是同志，襄阳告示之年十三啊，至玉泉来，玉泉系荆州啊。敬咒一个玉泉寺，智者大师做玉泉寺啊，到这个地址就关公啊。关文祥啊是汉朝人，他死的时候被吴国六孙杀了，那么可能他众心耿耿呢，死了就个灵魂都未识，在空中呢就讲话还我头来，咁样智者大师就打坐。我关文祥，你过五关斩六将，杀颜良文丑，又叫边个还头啊？各为其旨意。我明咧，关公啊，即时言下都唔真相，你归于智者大师，我做你嘅佛教护法神啊！所以我哋佛门之中啊，骑南菩萨咧，中间有一个就关文祥，即系关公，做咗我哋佛教护法神，系在玉泉寺俾智者大师嚟度咗佢。智者大师隋朝人啊，关文祥都汉朝人啊，汉朝冇几耐喺度，三国转就到隋啦。所以智者大师做玉泉寺道咗办公做护法神。咁呢个神会同志咧，从玉泉寺出家来参祖师，说知识演来艰辛，还正得本来否咁样？六祖菩萨好慈悲，看你系个善知识。人人都知道你出家，识得你啲名字嘅神会，但你从呢个玉泉嚟我哋广东啊，再弹到得行一个月，烟来艰辛啊！你咁艰辛从烟房而来，你还将得本来否？将你自己嘅本来面目嘅有冇带到嚟啊？咁样若有本，执合失之。假如你见到呢个本呢，你就知道个知人是边个，则合应该识你个子，试试看喎，试试试嚟看看，系啊，得而不得，会以无知为本，见即是知啊，
这个神父就答六祖：我以无智为本，无智为本那句话是维摩经讲，从无智本立一切法。维摩居士共文殊师利菩萨论法，论到以何为本呢？维摩居士答：以无智为本立一切法。所以神会禅师就借来用以无智为本，见即是知，我所见呢就是知人，见性是知人，或者见六祖就称为知，有那个沙弥没有知嘛，见即是知。虽然这沙弥争取事宜，他这个沙弥我以为令他开悟，但他的心都不得直呢。沙弥是十二岁以十九岁期间几年就称为沙弥。这位沙弥在出间未够二十岁，未够四十岁，不可以受庇佑庇佑离戒，就称为沙弥。这个沙弥只能受十条戒，戒律不具足，具足就称为庇佑。他这个沙弥争合吹持仪，人家讲的话他就拿到来讲，叫做次义，不是大一，是大二，名为次义。争合取，取人那个次义，当为自己的话。无智的维摩经也讲嘛，见即是知，有古人所讲嘛。你将古人的话当为自己的话，这样的未曾直心呢。所以将沙弥争合取次义。会乃问曰：神会年纪轻，不知道好丑，所以佢就乃问啦：和尚坐禅，还见不见啊？咁样，佢又反过嚟：你问我啊，我嚟问下你啊。和尚啊，你坐禅，还见不见啊？即系见性啊，唔见性。坐禅目的系见性。和尚坐禅还见不见呢？施以智障打沉下。这个六祖见得他问得不客气，不是结教赖貌，即时用这个智障。智障就是色，智障不是色障，智障就是一字这样。这个智障呢打这个神会三下，问不打以是痛不痛呢？我打你的时候你痛与不痛呢？对，亦痛亦不痛。后面这个神会说，就是打我我有自觉，我觉得痛，但就是打我呢，我都好甘心，我觉得不痛，亦痛亦不痛。是亦见亦不见，你问我坐禅见不见呢？我亦见亦不见。神会问：如何是亦见亦不见呢？神会问啦：早是坐禅，见就见啦，不见就不见啦，怎么叫亦见亦不见呢？咁样，其意之何在？是吾之所见，常见自心过谦，不见他人是非好恶。六祖话：我坐禅的时候我见乜嘢呢？我之所见常常都见到自己的心有过失，有罪欠，见过就该过，该过就无过。除非我唔见心内的过失，见心内的过失，我一定要改，一定要无过，我然后先安乐。所以吾之所见，常见自心过天，自己的心有咩过失，有咩罪愆呢？我哋见，见呢就改，改呢就无呢就清净。嗱，吾之所见，常见自心过天，不见他人是非好恶。我见我的个心
我嗰个心系清净嘅，冇别人嗰个是非，亦冇别人嗰个口恶。别人嗰个口恶嘅，我心呢下冇嘅，所以我不见他人是非口恶，不见他人是非口恶，心呢下冇他人嗰个是非口恶，所以我亦不视为别人嗰个是非口恶。因此我不孝嘅，除非唔开孝。开口亦唔讲他人嗰个是非口恶，因为我心呢下唔见嘛，唔见别人嗰个是非口恶，所以就不思他人是非口恶，不思量别人嗰个是非口恶咁。是以亦见亦不见，正就是我哋坐禅的境界，亦见亦不见，见自己嘅过身，不见他人嘅过身。不见家人的过失呢，冇别人的过失；见自己的过失呢，改咗自己的过失，叫做亦见亦不见。依然亦痛亦不痛，如何？六祖讲：我用智障嚟打你，打你三下，你讲出亦痛亦不痛，你又如何解释啊？但系神会唔出声，六祖代佢解啊。以若不痛，同意木石，我打你的时候啊，你个身咧唔痛呢，你就以木石无变，木石你打佢唔会痛啦。以不痛就同意木石，若痛则恐烦苦啊。假如我打你的时候，你个身咧觉得痛，你有嗰个自觉觉痛呢，烦苦一痛呢，必定起尘寒。你就即起尘为，你就凡夫嗰个痛啦。以向前见不见事变，你知道你刚才问我见与不见呢，属于异变。见就属有，不见就属无。有无就属异变，有无异变呢就不能见性啫。嗱，你向前。见不见就是异变，痛不痛是生变。我打你的时候，你又讲我又痛又不痛呢，这个生灭翻，痛就生，痛到不痛就灭啊，痛不痛就生灭翻，痛生不痛就是灭，所以是生灭翻。咁样呢，你异变都未嚟，生灭未了，你一定未曾见性，所以你自性且不见，甘以戏弄人，问我见不见，而且问祖师见不见，甘以戏弄人。祖师你都甘戏弄咯，别的人你更加戏弄下啦，所以你自己的性都未曾见，你有异变，有这个有无异变，你未曾见性。有生面，你心之后有痛有不痛，心有生面，你一定未能见性，所以你自性且不见，甘以弄人，问人见不见，神会礼拜回谢，神会知道自己错了，知道自己见不见是异变，有无异变的过失，痛不痛是心有生灭的过失，所以神会好快就觉悟嘅嚟，礼拜嚟悔者。施有人以若甚埋不见呢，闻善知识灭路。修行人知道见性，假如你嗰个甚埋而不见佛性呢，你不见呢善知识见，乃而清教善知识，清善知识嚟开示你灭路，见自己嘅本性。所以以若甚埋不见，闻善知识觅路，知是你见性。以若甚悟，即自见性，以法受行。假如你个甚埋契咗悟，你见到自己嘅本性呢，本性有无量功德，可以从性起受，受六道，受万行，万行功德圆满啦，成为万德。慢得圆满就称为报身犯，受得有共性得显现，法身佛显现，
嗰陣時報信發信佛咧，你都具足。嗱，見性以法受行，法報二信，你都圓滿具足。以自埋不見自心，卻來問唔見已不見。但是你自己埋咗，未曾見自己嘅心，你應該自己揾翻自己嘅心。自己唔見自己嘅心，卻來問唔問祖師見已不見，坐禅見不見佛聲咁啊？唔見自知，期待已埋。即祖師六祖啊，話我見的時候自己知道，我見佛性的時候咧，你埋我唔到，我唔會被你一問就埋咗啦。期待你已埋。以若自见，亦不待唔埋。假如你神会啊，自己见到自己嘅佛性咧，你唔会俾任何嘅人埋，亦唔会俾祖师埋，亦不待唔埋。何不自知自见呢？既然不俾人埋，自己又唔埋，自己唔埋又不俾人埋，你就可以自知自见啦。何不自知自见自己的本性呢？乃问唔见亦不见，自己见自己的本性修行啊？问祖师见亦不见以你啊？有何利益呢？乃问唔见亦不见呢？神会再拜百而拜，神会咧知道自己错，知道自己讲错话，唔舍得离开祖师。因此就忏悔，拜一百而拜，拜一百拜，一拜又多，咁样嚟忏悔，求借过献，求借自己啊，冒率问祖师至过献，福勤给事不离左右，福劳给事不离祖师，即不离六祖。在左在右，在六祖左右都不理，做个侍者，让神会啊年纪轻啊，应该做侍者啦，不离左右。一日事高众业，一日咧六祖咧就对大众讲，六祖想人人都开悟，将来六祖圆寂之后咧，佢啲我啲弟子，我啲儿孙，点样可以悟道咧？唯一个目的，看话头，看一个话头，唔好离开话头，用话头嚟用功。所以六祖咧就排出一个话头出嚟，唔有一命啊！我有一件物系六祖所有嘅，系六祖见到有一件物，万物呢个又系万，呢个物就唔系万物之万。这个物呢就不以万法为累那个物啊，不以万法为累的一件物，是吧？不有一物，无头无尾。这件物呢无头亦无尾，万物都有头有尾，睡眠都有头有尾，我们天亮都有头有尾，我们上班都有头有尾，但是这件物呢都无头无尾。做事都讲有头有尾啊！我哋有时做事咧，都唔系几识会做嘅，有头未必有尾嘅。有啲人攞嗰件物用咗，用完唔放为言趣，呢个就有头冇尾啊！别人攞嗰件物咧，唔见咗。你用咗你放为言趣咧，你哋有头有尾嘛？好多都忽略，攞咗物用完之后唔放为言趣，呢个就有头冇尾啦。六祖讲一物就无头无尾，唔系世间个物，世间个物咧肯定有头有尾，亲下臭洞都有头有尾。我哋做人生老病死都有头有尾，年头就年尾嘛。是吗？年头咪头咯，年尾咪尾咯。所以呢个就出世间法，无头无尾，无名无智。佢又冇名嘅，
亦冇字嘅。我哋人人出界都有个名，名就发明，字就字号。可是慧云老和尚坐出界的时候，佢视乎改个名叫做德清，后来佢自己改自己个字咧，就慧云呢个就一个名对一个字啦，名就大名，字就小字嗱。但呢件物咧，六祖光嗰物，不但无头无尾，亦无名无字，无背无面，无背背就属后，无面面就面前，背又冇，面又面亦冇，揩唔多个面，揩唔多个背，又冇名字，又冇头尾。呢件物知人还识否？大众识不识呢？识，可以你明心见性；不识，又系参究。讲明呢件物，参呢件物，无头无尾，无名无字，无背无面，呢、这个就话头啦。所以以后历代祖师教人看话头咧，坛经咧又有嘅。嗱，呢个就话从之头，一切话从嗰时出，嗰个就为一切话之头，系咪？所以称为话头。知人还识否？若未正贵者，看看嗱，你唔识你就看看，看到识为止。知人还识否？六祖光呢个一问，唔系六祖独有嘅，人人都有嘅，人人埋咗看，翻埋成悟，个个都见到呢一件问。所以古人先有物善天地，无形本寂寥。能为万物之不足四时雕，就讲嗰件物。第六祖咧求法的时候又讲得好清楚：菩提本无事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一尘埃？呢、这个一物咧，也是呢件事。神会就出众咧，就大众呢头站出嚟，是知佛之本源，神会之佛性。我祖师你讲嗰件物啦，我知道是知佛，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、十方佛、三世佛之本源，知佛之本源，神会之佛性，系神会系我嗰个佛性啊。咁样咧，六祖咧如何呢？师爷向你到无名无智，叫你去参究，你都未曾明白，你又讲佢本源，又讲佢佛性。本源佛性系明嘅嘛？你讲本源啊，我话本来都得啊，我话本心都得，本性都得。你讲佛性啊，我话法身都得，法性都得，如来藏都得，实相都得。讲名字就多到了不得，向以到无名无字，叫你唔好讲名，唔好讲字，以便换作本源佛性。你就按呢个本源嘅名，喺智佛嘅本源，系咪？又话你自己嘅佛性，嗱，以便换作本源佛性。如果讲到本源佛性，就唔使参究啦。所以祖师咧话字头系冇话嘅，系咪？一切话未生以前都名为头，生了之后就话尾啊。本然佛性系话尾嚟噶嘛，点可以将话尾当为话头呢？叫你参究，你就去讲，讲共参就唔同，讲就用把口嚟讲，参就用嗰个心嚟参。用把口讲唔会开悟，开悟咪用把口嚟开嘛。用个心参又悟，开悟属心嘛。你唔用个心嚟参究，用把口又讲啲乜讲得多呢？用心参究啊，还有一有机会可以悟开悟啦。所以以向去有八矛该效啊，因一地而至十。你这样嘅情形啊，你将来啊有八矛草啊盖你个效啊，你将来有个道场嘅话。你将来有一个造场嘅话咧，
你只能够做一个自戒的众徒，自戒乐意自戒，自自发的名声，戒自发的名声，你做一个自戒的众徒，你不可以做一个禅众的大德，你只能做一个自戒的众徒，识戒而不识行，识智而不识正，你只能够做一个自戒的众徒。我们六祖呢，可能这样讲呢，就受记啊，这个神会菩萨、神会大师呢，将来就属于自戒的众徒了。自戒呢，自戒众徒都好呢，自戒众徒做个大法师，自法连自连戒都冇啊，麻烦。有个自戒众徒呢，他未曾正果，未曾悟道，他都识戒识智，所以神会做个自戒的众徒。思灭道效，思灭道呢，我们这个会呢就入境乐，境呢就动境，动境就乐阳，世境呢就是长安，神会呢入这个动境的乐阳，大雄朝开顿教，大雄雄即是宏扬，宏扬呢朝开那个众知，顿见自性，顿成佛道，宏扬朝开那个顿教，着显众机盛行意晒，着这个显众那个机，显众机是神会做的，显禅众是顿教，不是渐教，显是顿而非渐，所以着这个显众机盛行流行已晒，是为何则禅师。那阵时神会治那个地方呢，就是何则的地，人家尊重他，不叫神会，叫何则禅师。这段文呢，就是神会做了六祖大师了，做大师的过程就从那民众讲出来。神会再可惜，六祖讲的无一物，无后无尾，是讲话头，叫他参究，他不参究，一下子就落了自戒，一落了自戒就不用参了。我知道了，我说何必参呢，就是本性呢，就是佛性呢，哦，这样就不用参了。本性呢，佛境呢有得讲，佛性呢，佛境呢有得讲，何必参究啊？咁样都无有开悟之日，所以历代祖师从来都唔讲嘅，叫你嚟参，有啊，叫你嚟参究咧。一赞问是云，望来已知什么人得？师亦会佛法人得？赞问。和尚还得否？师曰：我不会佛法。另一个僧人就不知道什么名字了，有一天呢就问这个六祖大师，王梅就是五祖，王梅这个佛法大义啊，见性的众知前辈哪个人啊，哪个人得了？当然这个僧人知道六祖得，他向六祖那边呢讲得，谁不知六祖不讲自己得，六祖讲人人都有份。师曰：会佛法人得，边个领会这个佛法呢，就边个得，一人领会一人得，人人领会都人人得。六祖王维的意志啊，佛法的大意啊，边个领会啊，就边个得，所以会佛法人得。僧问和尚还得否？这个僧人就问了，和尚即是六祖，你还得否？师曰：我不会佛法，我不会佛法。到底六祖会不会佛法呢？他讲出不会佛法，眼不能自见，自见就无见，耳不能自闻，自闻到无闻，耳不能自知，自知到无知，法不能自会，自会到无会，所以无会然后才会这个佛法，有会就不会佛法，
所以六祖答说：我不会佛法，既然我不会佛法啦，何必讲自己会佛法啊？得王埋个意志啊！所以六祖谦虚，实际上呢，就不会而会啊，不晒人啊，就讲会正式佛法呢，会即不会，不会而会，所以我不会佛法。既然我不会佛法，何必讲会佛法而得王埋个意志呢？嗱，佢就唔讲讲出会佛法得王埋意志。因此在呢个不会佛法之中呢，呢个话流行已晒，古人就有一首偈：父子都不识字，祖师都不会禅，彭打石人头，步步都论实事。父子都不识字，就讲孔夫子。有人问孔夫子识唔识字，孔夫子有一次讲出嚟，讲我唔识字嘅。祖师都不会禅，祖师讲六祖，六祖话我不会佛法，就祖师不会禅，禅就佛法。棒打石人头，用嗰个木棒嚟打石人嗰个头咧，步步论实事，步步论呢个实事，论实相之事。所以有嗰首偈流行已晒，所以六祖讲话我不会佛法啦，以后我哋要谦虚啲，唔好讲我系法师，唔好讲我系支持，亦唔好讲我系当家师，我系乜乜师，我哋都唔好讲啦。六祖都话自己不会佛法啦，我哋点可以讲话自己系咩师呢？但是《金刚经》都有得讲，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佢也是无得而得，系咪啊？也是无得而得，无有小法可得，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也是无得而得。佛法呢系无为法，无为就无得而得，唔系有为法。有为法就有得而得，嗱，即系个无为故咪有为咧。我哋要明白下，无得而得就一得永得，一个有得而得咧，有得就有失啦。虽然唔讲有得，系讲无得。无得而得就无能无所，以心就全心；有得而得咧就有能有所，咁样就有所得就有所不得啦。所以佛法咧系无得而得。是一日欲逐所受之意，是一日想下达摩嗰件意常呢，存咗好耐啦，有多少微尘想晒干净的佢，将嗰样嘢保存以后，因此是一日欲逐逐即系晒人所受之意。五祖咧受佢嗰件衣裳，袈裟就系衣，衣无美前，衣无鉴美嗰个清前，啊，用呢个清前水嚟浴，达摩所前袈裟之衣，因此自下五里去，因此抛到呢个波林寺后边五里去。五里可能讲多咗啦，一里就对，五十步都唔错，五十步得五丈咧，由南华寺嗰个祖堂，即系六祖殿后边五十步咧，就有个赤色钱，系六祖咧用个赤色一动而有个钱嘅，南华寺食个水就食呢个赤色钱嘅水。都唔系五里路远嘅，系五十步咁五丈咁远，五十步咁远，一里路咁远。因此自孝就五里去，见山林乜茂，呢个唔错。后边呢个山林啊好大，六祖南华后边有九破呢个松树，何高何高？问得人家讲咧，六祖种嘅，就在呢个
赤色前面有九婆从事何歌何歌的，有九龙前九婆见山林乜貌，山林乜茂盛，乜啫清清翠翠茂盛，岁气盘旋，又见呢个散气啊，岁气岁哀自气啊，盘乜周旋而不散，是珍色赤地，是咧就珍呢个色，赞呢个色象一阵。动下个地下，赤就动呀，动落地下。前应手而出，嗰、那个水咧就应呢、这个应手咧就而流出嚟，即而为池，即成一个水池。咁样呢个名为赤色潜啦，赤色潜现在南蛮寺都还有。乃跪心满意，我咪六祖咧尊重恭敬见性嘅法，恭敬祖师嘅意。祖师嘅意系达摩由晒印度带到我哋洞土嚟嘅，前法就前意，前意就前法，以法相传啊！咁咪六祖咧恭敬呢个意咧，就跪湿碗意，跪下去，湿喉哥跪下去，然后碗就晒呀，碗意就晒意，石上嚟晒意。有属生方便热事，当佢洗耳的时候咧，碰啱有一位四川生嗰个僧人就嚟到啦。个名字叫做方便热，即系见人见事见六祖大事。师言上人共何事业？六祖个心啊，好欠下嘅，下其心，所以见啲人咧都恭敬个上人啊，唔论你系咩人咯，称为上人。上人公何事业？即系你用咩公啊？啊，公何事业？咁你修乜何灯？修何行？公何事业咧？咁呢个僧人就答复：善数以善数，数即系数佛像。我咩都唔识，咩都唔公。我再供呢都数佛像，善数佛像，善数。不明呢六祖向佢讲善数呢，即时就正式亦正式。以是数看，你将我嗰个佛性嘅数啊，系数唔数得出嚟，你善数。以是数看咁样。变就妄抄。呢、这个方便呢点样数啊？妄言失抄都唔知点样按住自己变啊妄抄。过数日，过咗几日咧，数就呢个真相就将六祖嘅嗰个相啊数出嚟啦，用泥巴去数，用泥巴咧将六祖个相咧数出嚟，用木头数又得，但当时用木头用泥巴，我哋唔知道。可能用泥巴嚟数啦，数就真相。可告就七寸，问呢下讲七寸，可能唔止七寸，一尺七寸啊，就应该嘅。可告一尺七寸，曲尽奇妙，以六祖咧似模似样，为超为妙，以六祖咧相同，曲尽奇妙。施笑言。以善素性不解佛性，以呢的确是善呢个素性素佛像嗰个性，但你个佛性你未能解，你善呢个素性呢，你就能够素出一寨佛像，你再识会素佛像，善素性不解佛性，可惜未曾解呢个佛性，解佛性呢性以能生为义，就能出生智佛啦。所以解佛性的出生智佛，素性能够素一切佛像，即为摩钉受剑。六祖即为个摩钉，你能够善呢个素性，性以能生为义，
你一定能够扫出一切佛像为人天的福田，所以就受记摩顶受记永为人天的福田啊。乃仍以以酬之，咁六祖咧，咁样就啲人报答佢咧，佢将六祖嘅相就扫出嚟啦，扫得惟肖惟妙。六祖啊，将嗰样耳啊，将达摩祖师嗰样耳咧，送咗俾佢，酬即系报答佢扫六祖嘅相。辩吹耳就分为三份，呢、这个方便嘅僧人咧，将呢晒来嗰件耳咧，五祖嗰件耳咧，六祖嗰件耳咧，一份就分为三份，将佢一煎煎为三份，一辟数像，一份咧就辟呢个数像，七寸啲名辟啊，所以我讲佢就一尺七寸，一尺七寸啊，比现在目前嗰个佛像都还高啲，咁样可以辟耳啦。一辟数像，一份嚟辟数像，一就自留，一份咧就留翻自己用，自己啊用嗰样耳，一用中果耳地中，一对用呢个粽叶，粽叶唔会坏噶，好似果粽嗰啲粽叶，用嗰啲粽叶果呢件耳咧，耳。二即是埋呀，埋在地下，埋在地下呢就发现啦，发现呢护法神就拥护啦。只要你肯发现，护法神呢能满众生之愿的，咁啊方便就发现，发呢个晒业，孝得此意，乃唔出世支持意思。后来若果再得呢件意咧，呢、这个唔系别人，就系、是、我，就是、我方便。再出现世间呢，支持呢个道场，支持以此重建殿宇，支持以此个目的系如何呢？就是重新啊建筑呢个宝殿殿宇，重新建筑呢个宝林，重建殿宇。咁样呢，后来咩时候知道呢？宋朝，六祖是唐朝。唐宋嘅唐朝有300年献下，六祖啊，若果系登到唐朝完到到宋朝咧，咁咪又经过300年啦。300年咧，呢、这个宋朝嘉耀八年，嘉耀八年咧有僧的维善，有一个方丈和尚叫做维善，方丈维善叫和善咧。佢哋修殿、修整呢个旧殿、修旧啦，修整呢个宝林呢个旧殿咧，佢哋掘地脚，得意哦，得咗呢件衣身，好似新嘅一样，得意而新。嗰件衣啊，用呢个粽叶嚟裹埋在地下，300年咧都未曾坏到，得意而新。像在高前置，祈祷切应，方便扫咗六祖个像咧，哪个地方嚟供养咧？放在呢个高前置，高前置唔知道边个字啦。当时系高前置，后来就改咗名啦，或者湖北高前置都唔定，或者四川高前置都唔定，唔知道呢个像在。那个高前寺祈祷接应，这个像呢是六祖的像，六祖发身是遍法界，这个像呢有人来祈祷接应，所求的如意，祈求戒应，切即是每每都感应，有僧观卧轮禅师戒运，当时有一个僧人呢，就跪着唱嘢，唱呢个卧轮，卧轮系个名，系个人呢就不知道啦，或者系人啊卧轮，或者地方名啊卧轮禅师嗰个戒运，卧轮有伎俩，能断百事相，
对经心不起，菩提日日长。呢一首偈当时就好盛行嘅，但呢首偈咧，自见对唔对嘅？以六祖嚟看佢都唔对，怕以后啲人行错路，所以六祖更正嗰首偈。因为修行带一个条件，就唔好着咗你个见，自见唔正，任你点样修都唔会误导嘅。自见之中，再怕你一个我见，第二只有无意见，第三只呢个断常意见，或者执断、执常、执有、执无、执我，都系属于见惑。有见就不能见到，破见就见到。所以我哋嘅见是疑惑，呢个见惑放在前边。外道之所以不能悟道者，唔系佢唔用功，唔系佢唔刻苦，唔系佢唔苦行。假如呢个自见不正，自见不正呢，就不能见道；自见正就见道，自见空就见道啊。所以见惑，善行破咗见惑就可以见道。见惑啊，以教下嚟讲，八十八思嘅见惑。破见惑不容易，犹如四十里嗰个河水，断四十里都河水又破见惑，破见惑等于断四十里啲河水咁难，所以破见啊再难，破咗见惑啦，就见到，见到就修道，修道破思惑，破咗思惑就出三界，破咗思惑出三界咧，正阿罗汉果，但未曾能够到菩萨。到众生再破呢个尘沙惑，破得尘沙惑呢，明白尘沙嘅佛法，明白尘化众生嘅机，以尘沙嘅佛法呢到尘沙众生机，嗰阵时从空出家入俗离生，所以行菩萨道。所以第二我就讲尘沙惑，尘沙惑嘅到众生见思惑自度，尘沙惑可以到众生呢又能自度啦，但未能成佛呢，成佛呢要破呢个无明惑，无明嘅惑呢有四十一品，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品发心，无明份份破，佛个功德份份正，无明破阵啦，嗰阵时呢就究竟成佛。所以我哋嘅惑呢係有三个惑，无明惑、尘沙惑、见思惑，第一个惑就见惑，因此嗰首偈咧就未曾破见惑，增加呢个见惑，所以六祖恐怕人以嗰首偈嚟修行，增加自己的见惑，修来修去咧劳而无功，唔可以悟道，因此六祖就更正嗰首偈，嗰首偈唔系六祖说嘅，阿伦禅师。阿伦禅师当时是哪一个人不知道了。阿伦都有伎俩，能断百事相，对经甚不起，菩提日日长。以文面来看呢，好似好对咁样。以佛理来行呢，完全都不对。阿伦有伎俩，一切法从缘生，缘生无性，哪个有我呢？阿伦啊，就有我啦；有伎俩呢，就有法啦。我空法空，法空就法空真义，我空就我空真义。如果我唔空，见唔到呢个真义，见唔到我空真义；法唔空，见唔到法空真义。所以阿伦有伎俩呢，阿伦系人，人又唔空啦；有伎俩就法，法又未曾空啦。呢、这个就着咗嗰个有，着咗呢个有见，卧龙有伎俩，见到呢个有，着咗呢个有，话自己有伎俩，嗱，卧龙就有伎俩，能断百事相，每一个人除咗色身以外，就有心，心呢后有百种嘅事相呢，受
受苦受乐又是相，相前相后又是相，善恶的行为又是相，种种分别又是相。所以我们的心里头有一百种的是相，百种的是相呢，是相就是妄相，有一百种的妄相，人人呢都怕妄相，所以个个想断这个妄相。谁不知妄相是无根的，断不到。妄相呢不是完全不好，妄相是帮助你受行。没妄相呢就没真义，没烦恼就没菩提，是吗？没生死就没涅槃。所以这个妄想呢不可以断的，不可以断。为什么这个恶联禅师讲断呢？它不是断的，它是将它禁实，它不给它起妄想。俗话就受这个外道这个无相定。无相定呢用这个定力压这个妄想，压到妄想不散，将来入定入五百劫，五百劫一散到这个四禅县，四禅九县有个无相县，散到这个四禅县一个无相县。无相县呢五百劫的定前半劫就不散，后半劫这个妄想又散了，又要大石砸草一样，草不散，随着个石头那些草又散了。所以妄想啊不可以断的，勉强来断呢就受这个无相定执，这个妄想不比这个妄想生，故云能断百事相。其实呢他断者压实他五百劫这个妄想不生，五百劫以后这个妄想又生了，故云能断百事相。对境甚不起，他对这个境呢有境必有心，心从境生，对境怎可以无心呢？有心就必有境，境从心生，有心就必有境的，有心怎可以无境呢？一个境亡心灭，境一亡呢这个心就灭，心灭境无侵，心一灭这个境就空的。所以见解不对，对境甚不起，有境一定有心，有境呢而那个有境而无心呢，是不是这个境呢就变成无心之境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有心而无境呢，这个心就变成狂心，有境而无心呢，这个境呢就妄境了。所以境必有心，心必有境，欲生无境你就无心。但是他现在对这个境呢那个心无而境全全境无心，这个就不对了。对境心不起，对父母这个就是境，心不起心不起了，对父母那个心不起来孝顺，对不对？不对了。对事将心就不起，不起共敬也是不对，是吗？对佛那个敬呢甚不起礼拜也是不对，是吗？对那个敬甚不起读诵也是不对，见这个善经甚不起受善也是不对，对这个恶经甚不起为之恶也是不对，是吗？见到地下肮脏甚不起，连地都不受了，对境甚不起那样是不对的，那样对境甚不起就借了这个无字，能断百事相借了这个断字，断见对境甚不起就借了无见，菩提日日将就借了这个常见，无见哪里见到个菩提日日将呢？你见到个菩提日日将，这个常见，一日将几多啊？将到几高啊？将到极点咩？又跌翻落嚟啦！所以呢个菩提啊，唔可以日日将嘛。见到个菩提日日将系呢个常见，有常见就见菩提日日将，有呢个无见呢就对境啊心不起，
有呢个田健呢就能电百事声，有呢个有健呢就卧联有伎俪，一共有四个健。卧联有伎俪就有健，对经甚不提就无健，能电百事声呢就常健，菩提日日将就常健，能电百事声就团健。斯文之业，此界未明甚地。呢、这个界呢，这个人啊，那个见地咧，未曾明白嗰个心地，见未破，有无断常，四个见都未破。若以之以而行之，若以呢修界嚟行咧，是架械薄，增加自己个械薄。卧龙有伎俪，哦，讲有啦，增加呢个有见。能电百事声，断咗得个百事声，百事声点可以断呢？百事声系无声噶嘛，无声点可以断呢？有声可以断，无声点样断呢？啊，事声系无声，无声唔断噶嘛？你用呢个定力嚟压实佢，你话能断百事声，呢、这个就断见对经甚不提，对经呢应该啊。气你唔气咧，就死甚枯木寒岩，咁咪有乜用啊？你个心咪变得死甚啊？对经对善经要受善，你对经对善经甚不起唔受善，对恶经甚起又止善，你个心唔起唔止嘅善，有善不识会受，有恶唔识会止，有戒唔识会持，对经啊！甚又起嚟持戒，对经甚不起，连持戒都唔持。见地下肮脏啦，又起甚嚟扫地，唔扫。对经甚不起啊，连地都唔扫。呢啲嘅叫做自卖大虫。咩都咩唔起甚，唔起甚唔动念唔做，系咪？见经人家拜佛，你个甚起甚拜佛唔拜，对经甚不起。咁咪咩都唔做，咁咪呢个就属于无见啦。菩提日日将，见有菩提可将，见有菩提日日生将，呢、这个就变得常见啦。嗱，是家系薄，人是一界缘，未能莫伎俪，不断百事相，对经甚索起，菩提作魔将。纠正佢个错误，纠正佢自见，所以六祖菩萨好慈悲。纠见咧，纠正咧，卧轮禅师嗰个自见，卧轮禅师咩人都唔知道，但佢自见唔对，六祖咧纠正佢自见，未能莫伎俪，未能啊，了一切法从缘生啊，缘生就无声啊。无性就法空，法空就人空，人法界空啦。所以未能就无莫伎俪啦。伎俪呢就是、功能也，一善不如一善过，未能欠去。话我唔系好叻，可能有啲人比我再叻，我拿呢个伎俪呢。未能比佛嚟讲，佛就当然咧各个未能，所以我没伎俪，我啲伎俪都唔及佛，唔及过去佛，又未必及过去嘅祖师，所以未能话我没伎俪，我啲伎俪咧可能未曾毕业，未曾到佛嘅地位，不过系一个菩萨，菩萨未够经嘛，点可以讲自己有伎俪呢？所以我的伎俪未曾究竟，以此引言，未能话自己没伎俪。一切法从缘生，无有自性，伎俪无自性，未能无自性，未能一个人一个家名，伎俪呢无自性，也是一个家名，从缘生，缘生性空，人法界空，所以未能没伎俪。不断百事声，事声在心，
思想不是在这个身体，心里头有这个妄想，妄想不知一百个、一千一万个都有。这个妄想呢是无相的，妄想呢是有的，妄想呢不是完全是坏的，妄想呢是我们修行那个正相缘。譬如妄想，我们断它，不必要断，妄想自然生，自然会灭，好像那个火一样，烧那个柴，柴一烧尽，那个火就自熄，你不必就吹熄那个火，吹熄那个火，那个柴没人烧光呢，死灰就复燃，又生又烧起来了，那个火啊自己熄灭呢，它就不会再生。妄想的亦复如是，妄想不可以断，但它自己自生自灭。妄想是一个正常缘，妄想是贪嗔痴，你好地受戒定慧，你受戒定慧呢，那个贪嗔痴的妄想自然灭。你不受戒定慧呢，这个妄想不灭。妄想说你没戒定慧，你叫我灭我不灭。既然你戒定慧圆满呢，我这个贪嗔痴的妄想灭咗啦。妄想就六拜，六拜的妄想拜你六道，你受六道呢，你受六道六拜的妄想呢就自然熄灭的。你不受这个六波罗蜜，六拜的妄想不会灭。布施的道悭悭，你有布施悭悭的妄想就灭了。持戒做威幻，威幻的妄想你持戒正正，威幻的妄想灭了。引欲道趁慧，你能够引欲呢，趁慧的妄想自灭。趁欲的妄，趁慧的妄想想你受引欲波罗蜜，引欲波罗蜜圆满呢，趁慧的妄想自然灭。正进到太胎，太胎的妄想呢激你正进，你正进呢太胎的妄想就灭了。三念呢禅定到三念，禅定呢到三念的妄想，你冇禅定肯定有三念的妄想，你有了禅定啊，三念的妄想自己也熄灭。智慧到二次，你冇智慧就有二次的妄想，你有了智慧啦，智慧圆满啦，二次妄想自灭。所以六道到六拜的妄想，所以妄想不是完全不好的。妄想有八万四千的妄想，生你八万四千的波罗蜜，你成就八万四千波罗蜜功德，八万四千的妄想是自灭的。人之就不断白事相，不要断白事相。白事相是白中的妄想，白中的妄想呢就生无量的众生，就有众生可度啊。如果没有妄想就没有众生，没有众生可度，你不能证菩提，众生道正即证菩提。所以妄想呢我们不必要断它啊，它生出无量的众生，众生呢我们度，但是妄想呢是我们增上缘，是助我们修行办道的。所以妄想我们呢有戒定慧，就没有贪嗔痴的妄想，有六道没有六拜的妄想，有八万四千波罗蜜的功德，就没有八万四千尘罗烦恼的妄想。所以妄想呢不必有断下，它自己会灭。但你不修行，它一人灭，你修行它自己灭，修行用功功德圆满，这个妄想自灭。如果你不修行用功，你断个妄想，妄想是不灭的。所以就不断妄想，何以故呢？海常有波浪，湿性不动，空常有云雾，空性不动，心就常有妄想，觉性不动。妄想是有，但是觉性未能被它动到嘛。觉悟咩，将来受戒定慧，受六波罗蜜，受八万四千波罗蜜，就将一切妄想都度晒啦。所以人呢就有呢个觉性嘛。心常有妄想，觉性不动，当而大开水呢就成个波浪。大海水一定有波浪的，
大海水咧，佢唔灭嗰啲波浪嘅，佢波浪嚟庄严呢个大海水啊！假如你觉得波浪唔好，你可以抛到龙宫呢后，对呢个龙王嚟献祭啊！龙王啊，你大海啲波浪灭咗佢啦！龙王话唔灭，灭咗佢，我啲鱼虾虾就死光啊！因为有波浪，然后有嗰个气，水呢后有气，有气就有鱼虾。有鱼虾，我就做咗龙王。如果你叫我得波浪一灭咧，个大海啊冇波浪，就变咗死水，死水就冇气嘅，冇气咧鱼虾就唔生啦。所以大海一定有波浪，系嘛？我唔灭，系嘛？有波浪，有鱼虾，有鱼虾咧咁啊！大波浪就大鱼，小波浪就小鱼，冇波浪就冇鱼，有波浪就有鱼。所以我。大开的时候他不灭那些波浪的、啊、所以龙王不肯灭，你想没有波浪你就不要入大海，入大海肯定有波浪的，波浪的海上有波浪，湿性不动，湿性是水的性而不动、啊、既然水性而不动，何必要断那个波浪呢？断了波浪变成死水，死水没有鱼虾，那么龙王怎样做呢？所以龙王肯定嘅唔会将大海嘅波浪灭咗佢，空都常有云雾，虚空啊，坐飞机都知道啊，空中几多云雾啊，咁我都可以叫呢个虚空，虚空啊，你将啲波浪云雾灭咗佢咧，虚空话我唔灭，灭咗呢个云雾咧，虚空就枯空啦，啊枯空咧，有呢个云雾嚟滋润个虚空，所以我唔灭，系嘛？你想，而且虚空有云雾，空性不动，空性而不动，佢唔会碍我哋个空性嘅，空性而不动，虚空常有云雾，空性而不动，我何必要灭嗰啲云雾啊？冇咗云雾呢个虚空就枯空嘅，有咗云雾呢个虚空就滋润嘅，所以虚空唔肯灭云雾。若果你怕云雾，你就唔好入虚空。入虚空肯定有云雾，心就常有妄想，你觉性不动啊！咁样你叫呢个觉性啊，心啊，你唔好打妄想咧，唔打妄想就冇得受啦。有妄想就有正义，有邪就有正，啊，有恶就有善，有埋就有误，有魔就有烦。啊、有呢个恶妄想，就有善嗰个心；有呢个埋邪个妄想，就有正嗰个心，系咪？无恶点样显正呢？无恶妄想哪里有个正呢？无邪妄想哪里有个善呢？系咪？无埋妄想哪个悟呢？无贪嗔痴嗰个妄想哪里有界定位呢？所以呢个心呢？心常有妄想，觉性不动，我唔断嗰啲妄想。啊，我哋修行修到成佛，嗰啲妄想自然灭。若果未成佛以前咧，断妄想断唔到嘅，所以我哋不必求断妄想，借嗰啲妄想嚟用功。妄想多啊，我哋念多啲佛，受多啲戒定慧，戒定慧圆满贪嗔痴嘅妄想就消，自然消除，自灭嘅。唔系我哋可以灭嘅，我哋共得未圆满啲时候啊，妄想肯定唔会灭。所以有啲人唔知道呢个道理，话妄想唔好，除妄想，佢又唔受戒定慧。你受戒定慧，喊阵次个妄想咪冇咯，系咪？你受布施呢个喊妄想咪冇咯？你受呢个印欲趁味个妄想咪冇咯？你受呢个禅定啊三念个妄想咪冇咯？所以咧就不断自白思想，六祖要教人修行，对经心索起，对经啊，有经就有心嘅，人嘅经系有人嘅心，天嘅经系有天嘅心，佛经系有佛心，菩萨经有菩萨嘅心，阿修罗嘅经有阿修罗嘅心嘅，龙王嘅经有龙王嘅心，有经必定有心嘅。对经呢，我哋个心要索索嚟生气，唔系冇对经心索气，向来对经心不起。六祖话对经心索索气，
对父母敬，索索要孝顺，对唔对啊？对师长嘅敬，索索都要恭敬；对佛嘅敬啊，索索都要礼拜；对敬嘅敬啊，索索都要念经；对呢个咒嘅敬啊，索索都要念大悲咒；对呢个戒敬啊，索索都要持戒。你系居士，对戒敬啊，索索都要持五戒；出家人索索都要持具足戒。必有尼索索都要持呢个具足戒，菩萨索索都要持菩萨戒，见人乐对经索索都生欢喜心，见人死对经索索都生呢个悲哀心，见人跌咗落水索索都生个救护心，冇力量就嗌救命，等人家去救，咁样就对经啊心索起嘛，见得贫穷嘅人啊。对经对贫穷的经，索索生呢个怜悯心、布施心；对呢个老人啊，生呢个恭敬心；对呢个孤儿啊，生个爱护心，敬老怀幼嘛。你咪对经心索索起，索索呢、这个索字唔系当嗰个索索咁样解啊。我哋对佛经啊，索索都要恭敬，索索嚟念佛。索索嚟持戒，索索嚟诵经，索索嗰啲修禅定啊！对呢个禅行经入咗禅行，个个都坐禅啦。对呢个禅行经，索索都要坐禅，呢个咪对经甚索起咯。六祖讲嗰个话一定唔会错，系咪？你上来对经甚不起，就变咗死心、枯木、寒岩，不起作用嘅。六祖啊，对境甚索起啊，生出无量个功德，生出无量嗰个善，受无量嗰个善啊，所以对境啊甚索起菩提作魔障呢？对呢个念佛经索索念佛，一日念一十万个佛，永明受禅师，一日咧念十万个佛，菩提作魔障呢？菩提嗰面咧，无障而障，障而无障，所以称为作魔障啊！唔系话见到呢个菩提一日长啊，一日长啲咩长啊？一日长几寸，十日就长几尺，一个月就长几丈，嗰、那个屋都俾你顶冧咗咯。呢个就有违法嘛！当然你日日长，好似你行路，日日长，难免你上呢、这个。四支山，一日行落，行到山顶咧就如何，咪再行翻落嚟，呢个就咁样嘛。菩提作魔障咧，我哋嗰面受行的时候，唔论你索索参禅、索索念佛、索索诵经、索索持戒，都有功德。嗨，呢个菩提咧，不障而障，障而无障。无障而障，障而无障，呢、这个就菩提作魔障啦。因为呢个菩提啊，由于镜中障、水中热，由于嗰个梦中事作魔障啊，系咪啊？成佛亦成水热嘅道场，空化嘅佛事，降伏镜呢个魔棍，成就热时炎嗰个佛事，嗱呢个。哪里有一个实相嘅呢？因为呢个无为法嘛，无为法就菩提作魔障呢？菩提作魔障就冇咗呢个常见，不断百事相就破咗呢个断见，未能莫伎俩就破咗呢个有见，对经甚索起就破咗呢个无见，有无二见就破咗，断常二见就破咗，四个见都嚟咗啦。嗰陣時一刹那間，你就悟道。所以六祖話：前一修戒啊，有無斷常四個見得具足，以佢嗰修戒嚟修行啊。惡輪有伎倆，有常再加個有見，能斷八事相就斷見，對經甚不起就無見，菩提日日障就常見。有四個見啊，點解悟道呢？所以未能呢就破佢四个见，未能莫伎俩，人控法控，哪里有个有见呢？有见就控咗啦，不断百事相，这个断见就破埋啦。
对经心作起呢、这个无见就破埋啦。菩提日日正作魔正，菩提点样正呢？无正而正，正而无正，为而无为，无为而为，呢、这个无为法，无为法就无正而正嘛，唔系有为法嘛。所以虚云罗汉上都讲，但摄贤贤正无有邪，但呢但嗰啲摄嚟贤嘅正呢，啊哪里又有邪呢？龟毛捉翠庆丛林，用龟毛啊，龟哪里有毛啊？用龟毛嚟做嗰个翠啊嚟庆丛林，呢、这个无为法嘛。当以菩提作我正呢，所以六祖讲嗰首偈啊，但破呢个恶乱嗰首偈啊，得留意一下对经心索索气，索索系两个字，唔好当心数气啊。心索索起啊，对父母索索孝顺，对师长索索都恭敬，对诸佛索索都嚟礼拜，系咪？对经典索索嚟诵经，对戒律索索嚟受持，诶，索索持戒呢个菩提啊，佢哋精啦，精咧佢唔系有相嘅精咧，系无相嘅精咧，无相嘅精咧就无。就将而无将，无将而将呢，就离咗呢个常见嘛。所以菩提作魔将，顿渐品大白，时祖师据曹契宝林，神秀大师就经南玉泉寺。六祖大师嗰首偈啊，我哋要知道，未能勿记领。是冇咗我声呢，不断白字声是新发明，妄声是我哋修行嗰个助缘，冇妄声呢，冇恶妄声就冇我哋嘅善心疏，冇呢个邪妄声冇我哋嘅正心疏，冇呢个烦恼就冇我哋嘅菩提，系嘛？冇呢个妄声就冇我哋嘅真义。所以我就好地受戒定慧，贪嗔痴的妄想自然会消灭。我哋唔受戒定慧咧，贪嗔痴的妄想成日嚟啰嗦我哋。其实咧，佢唔系话骚扰我哋，系怪责我哋唔受戒定慧。受戒定慧咪到咗贪嗔痴咧，佢都唔知几欢喜，佢又唔想做贪嗔痴。但你唔受戒定慧，到佢唔到。所以呢个妄想呢，我哋唔可以断佢。断咗妄想呢，就冇众生。冇众生点可以度众生呢？有妄想呢，就有众生。众生都无边，誓愿度有得俾我度。菩提作魔障呢，佛道无相誓愿成，有得俾我成。所以我哋呢，对经嘅心索起，对咩经呢，我哋索索而散起呢个功德，譬如我哋朝山，朝山呢朝山经，我哋散步一拜，成就索索朝山功德，拜到梵音洞观音菩萨就现身俾我哋见，啊，现身俾我见呢，咁咪呢啲嘅就系对经索索起，然后菩萨现身啦。若果你朝山呢，对经抛到普陀山嘅经。你连拜都唔拜下，功过我慢，恶欺个后嚟行路。不观音菩萨嗰边见得你，见得你咁大我慢，亦唔会俾个现身俾你见呢。所以我哋对经心索索生起，生起你个功德。诶，那嘢释迦牟尼佛见到你个卧虎七个仔啊，几乎都被佢食啦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呢见经索索生起，将自己的身呢舍身来斋卧夫，割肉疗应记，都是见机心索索起啊！那释迦牟尼佛被歌利王割住身体，对呢个经的时候呢，佢唔可以起嗔心，一起嗔心就入生死，唔起嗔心就出生死，所以佢就唯有发现将来我成佛的时候先到你。对经心索起，对经心索起呢，唔系打妄想，对呢个经嘅，对咩经就生咩心，生呢个善心啊，无经就无心，引经就生心，
人咩经就生我哋咩心，呢、这个对经心索起嘛。对经心索起系六祖坛经有得讲，其他嘅地方都有，但唔显露。唯有六祖坛经讲得好清楚，我哋以后知道不变百善生，众生无边有得度，菩提作魔障，佛道无上有得成，对经心索起，六道万行有得受，未能莫计量。哦，嗰一句咧就系、是、烦恼无尽都晒现断啦。嗱，所以四环晒现都具足。今日我哋正讲到此处为止，向下文常复现明日。